然后这个回字的竖画啊比较低啊，横画是从竖画的上方来出去的，竖画稍微有点倾斜，啊，横画从上方带出去稍微重一点点，啊，这转折比较重一些，由重到轻，再来这里竖画比较低一点点，会稍微低一点点，再来这比较高，再来两笔横画比较轻一点点，啊，再来。然后这个转折的地方跟这横纹的高度是差不多的啊，所以起笔地方稍微低一点点，往上带，这边不能稍微重一点带下来，然后到这边这个小转折不要太长，曲式带出来啊，再来这个捺稍微高一点点，顿笔稍重啊，捺脚稍微拉长一点点。